Double kill. Holy shit, shit, shit.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桑恩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纳克罗斯逆风局。这场我们看看逆风的原因，然后实战解说，再来看看如何翻盘吧。还有呢，就是一些逆风的观念，逆风该怎么做才能赢的游戏。那首先呢，如果你很喜欢看我们玩打野的话，请帮影片点个赞，还没订阅可以考虑订阅，也欢迎追踪我们左下角的 IG。 那一开始呢，敌方的夸克就有很侵略性的打法，我认为呢，辅助尤其是在高分段局，这一场呢是在单排巅峰局1500到1600分，单排的话呢比较无法沟通，所以在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队友是谁的情况之下呢，还能打出顺风局真的不简单。尤其是呢，如果你的隐藏积分比较高，那代表呢你配到的队友很多时候都会比对面弱一点，在队友比较弱的情况之下呢，还能打出顺风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这边呢，一开始我们的辅助其实他很惊蛰，他两次死亡呢都是有帮忙我们守护野区，可惜的是呢，他节奏可能可以再抓好一点，比如先不要吃到敌方的伤害，等到法师跟射手都到手呢，再大家一起上。像敌方的入侵呢，都很有组织性的，法师呢跟辅助都会一起来，而他们的射手跟夸克呢是全服最强的指标等级。看这一场呢，就看出敌方实力不差，还有敌方的法师呢确实操控也挺好的。主要是他们的路野呢，洛里昂跟夸克会一起来，而且呢，夸克打法是偏侵略性的，前期我们就丢失了很多的资源。再来呢，我们身为一个打野，经济呢还比较落后，这点呢有点麻烦。主要是前面被反野，而且我们也有死一次了，而队友呢也挂了好几次，所以敌方的经济等级呢都是比我们高的，就被压制打的状况。这版本呢，常常看到有人讨论说呢，打野变得很弱，打野确实呢比以前更难玩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得到的经济被压缩了，野怪经济变低，兵线得到的经济呢，五分钟前也变低。反而是呢，中路跟魔龙路，尤其是魔龙路，他们得到的经济会比较高。举例来说呢，敌方射手只要乖乖的把兵线都吃到，还没有被他队友吃呢，他就会比我们经济更有钱了。更何况呢，如果他顺风有拿到人头的情况之下，幸好呢，我们这一波资源有成功的拿下他人头，稍微的帮他踩个刹车。不然呢，他会很快就买出诚心跟嗜血弓。如果他都买出诚心跟嗜血弓呢，我们就会很难处理。像前面目前2-6，我们中路还没回来，我们现在这波推一推。我们追到呢，敌方洛里昂真的挺会玩的。首先操控不错，大招丢的挺准的，还有就是他跑线支援，他又第一时间呢就回到中路来防守，所以呢我们无法推给他。夸克的观念呢也挺好的。不可以是指标，紫色的紫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防到这些怪，也就还 OK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勇跟敌方一个人在单挑，勇呢是挺尽责的，有把塔守下来了。我们要尝试击杀这个洛里昂，可惜了，我们这边不能硬追了。先拉开，放弃下路的攻击，然后呢，我们转身转到上路。这波上路呢，有机会拔掉一个圣塔，还不错。这场我们的艾里呢是全服最强艾里，所以呢是有一定的操作等级的。找到个夸克，这边呢我们仗着我们的高自由度，没想到敌方的接招接的这么好，夸克的 C 接上洛里昂的击飞，直接中断掉我们的大招。应该是说在我们大招结束的同时就打下来了，这边没办法了。洛里昂在经济领先的时候呢，他单挑是很压制脆皮的，像是法师啊、射手、打野啊，前期都打不过他。如果他有经济领先的情况，毕竟呢又回血又电，这边比数呢已经来到了10颗头，我们注意到敌方在推下路，那我们能做的事情不多，过去打团也是打不赢的。不过呢，这场我们有一个优势，就是至少我们还有个勇，勇的清兵能力是 OK 的。如果呢辅助保着他，不要让敌方直接冲脸，如果安格在冲进来的时候呢，辅助保着勇，让勇在远距离的清兵。这边呢我们也只能够信赖队友了，信赖队友守得住，不要掉塔掉太快。不过呢这边队友
除了我以外几乎都死光。我们的欧米伽在手下，他先把这兵清了，不要让敌方推我们的凯撒，尽可能守住我们的塔。而且我们本意就是要去分推，要分推呢吸引敌方分散压力。不过呢，这个艾罗也知道我们在这，他不想让我们回城，给他一套。最后我们连续普攻好几下都没暴击，算他运气不错了。我们追上去把他带走，然后收掉这个蓝下路呢。敌方有把我们下路高地推进来了，但是呢游戏还没结束。这边有点不对劲啊，我们继续打下去不一定打得赢。他的被动已经开始转起来了，中路高地也掉了。这边呢我们要先回城，往右边扭，他是跟我们左边的，结果勾到一个护理。敌方这波打算来进攻，我们队友马上要复活，看到里昂大招，拉维尔大招才对，躲过了。等队友抵达，同时大招。那我们大招是堵着敌方拉维尔回家的路，他往我们家里走呢，那就代表他死定了。他不往家里走的话呢，就会被我大招收掉。这洛里昂呢，真的有点夸张的硬啊！我们这一刀呢，触发掉打掉他被动的护盾，然后呢，人头由我们队友拿下。OK， 这波团战呢，有把比数拉近一点，拉近四颗头，原本是6-22呀。而这一波呢，打赢之后，我们赶紧来把敌方野怪反掉。下路兵先交给我们的艾莉，勇再推上路。那我们先把敌方野怪清干净，当个野区清刀斧。这个夸克一个人呢，就把我们的兵线扛在外面了。他是用生命来守塔啊，他也知道塔的重要性。我们刚位移完呢，有先躲过了他的钩子，看得出心机也是很忠心的。幸好我们的心机更重一点。那我个人也挺常玩夸克，而且真的胜率也非常的高。这版本呢，我们说到呢，塔也比较少人玩。不过我认为呢，以单排的角度来说，辅助是很好上分的。首先呢，辅助不太需要经济。他在更少的钱之下呢，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。举个例子呢，夸克钱比我少，可是却可以压制我。他只要抓得准时机，不同辅助有不同玩法。夸克当然是勾人，克莱斯是保牌跟越塔强杀，还有像伯敦是犯人，朗博是保人等等。当然了，我们最会玩的辅助是谁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老观众大概都知道。OK， 我们先把这塔拆了，待会用得到。有没有注意到呢？虽然我们打团都打不赢，主要是敌方呢依然是有经济优势的，而且操控上感觉也是有优势。那这边差不多了，抓到拉维尔一套，带走拉维尔，同时秒掉敌方的艾罗，挑一挑夸克追上去。这位兄弟别让他跑了，我们是一定追到他的。我们的位移比较多段，冷却也比较快。等一等，一普攻带走。注意到那颗连招的细节呢，可以的话我们叫二技能之后有强化攻击，就把普攻跟一技能的击飞呢同时放出去，这样子伤害是最高，爆发也是最高。赶紧来撤掉这个凯撒，13分的凯撒还不是魔神凯。那注意到呢，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，凯撒路的兵线呢还是往敌方家里推的，至少目前呢他还在中间，这也是因为提前带兵线的好处了。玩打野的话呢，尽可能的都要带兵线，所以啊，目前比较流行打野呢，都会像是纳克，不然就是奇罗、星魁，这种有秒的能力也有高机动性的英雄。有夸克在呢，我们的位移要变得比较奇怪了，尽可能的不要让敌方预测得到，只要多几次呢，他抓不中你，他就会变得没那么有信心，他会以为自己手感不好，这点是挺重要的。如果敌方夸克呢都百发百中，士气很好的话呢，他接下来手感就会发烫。我们做事情呢就是比较心理层面的了，上路感觉是有人，我们放个兵放凯撒在上路推，然后准备到中路打团。下路兵现在是中立的情况之下，所以呢先不用担心下路，先给敌方拉维尔一套调到大招。这边拉维尔应该交够了一些东西了，他血量又吸回来，我们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时机到了，同时挑飞两三只。这波挑飞呢，收了敌方的法师等等的，就剩一个夸克。结果是呢，我们的勇死了，辅助第一个死，但是呢，敌方团灭。那看来这场呢，已经成功的逆转了。一开始逆转原因呢，就是敌方配合的很好，打得很入侵，
快跟跟洛里昂一起来入侵野区。而我们队友呢，有资源没错，可是呢时机稍微的不太对，被敌方抓了一个下水饺。而敌方的操控比较好情况之下呢，又有经济跟等级领先，我们被压制打了整个中后期。不过呢，中后期开始我们也渐渐的分退，分散敌方的压力。而我们透过分退呢，把经济追回来，变成一个比较有钱的那克罗斯，同时呢也抓到了多打少的机会，成功守住逆转。当然呢，队友也有不可否认的功臣。最后呢，我是尚恩，感谢你收看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